炸坏了吧？还以为得到了个大宝贝，没想到只能当个饰物了，太扫兴了。无知剑，分宝牙。那不就是分宝牙？听说那里的宝具会自由选择主人，去看看。 宝具要得主了，给我！人圣成年，宝具择主，止戈禁武，围城必诛。哦，明白了，意思就是不能在这里动武。我最讨厌打打杀杀了，走了，找宝具。 都是我的！又没我的话，这些宝具都瞎了眼了。看人家山鸡，都能弄块石子玩，而且鬼爷的剑，也没一点头绪。 玄武，快别跑啊！我这么好的主人，你到哪儿去了？小子，别灰心。 这里有个宝贝，或许适合你。什么宝贝？这也太破了吧！<笑>要不你怎么有机会呢？你呢，不懂得浪费可耻吗？小爷来者不拒，多多益善，收。 破烂玩意儿，看动静还以为是多厉害的宝贝出事呢。<笑>小子，这把剑与你还真挺配的。你懂什么？这可是一口大杀器。<笑>没错，快去好好供起来吧。总算找到你了，跟我走吧。 恭喜殿下，一来就获得宝具认主。小狼神，你看漂亮吗？哈哈。
王晨，缘分呢？小屁孩，哼，什么缘分？旺财长大了，看来师妹没少给你喂奶啊！胡说什么？大哥，你果然在这里，快跟俺走！去哪儿？哎呀，没事就结束了，快上来！新骑士，九头狮子他们快叫人分尸了！俺们刚才好端端的走在路上，突然冒出一个阵法攻击我们！俺好容易才逃出来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俺逃出来之前，好像听到一个声音说大哥在分宝牙，就赶来了。怎么听起来像是有人故意让你到这里找我？不可能，俺可没那么蠢。不管如何，先过去看看。小屁孩，你明知是陷阱，还要上当。我不能不管小弟，走。大哥果然是大哥，张毅。笨蛋，你给我回来！小屁孩，就去送死吧。不管你了。小弟别怕，大哥来救你。果然是陷阱，谁敢骗俺？大猫咪，还有我，是你这只山鸡给大猫咪通风报信。大哥，俺提醒您一下，他是半血金鹏，比太古野种还强。休，不但错觉，别拦这小子。快去，小弟。快去啊！好吧，谁叫俺也仗义。之女，我劝你别趟这趟浑水。闭嘴！
本宫想收拾谁就收拾谁，用得着你教吗？师妹，拖住他们！太猛了，宝具都被我砍碎了，可惜。金鹏一怒，必定石破天惊。我们实力封存，只能保护殿下，无暇他顾了。燃机，来吧！
剑，受死吧！这山剑是断血神剑，比太古一种强。一般的宝术不是他的对手。但我若把青冥阴宝术、酸泥宝术融合起来，谁胜谁负还不一定呢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向山鸡你偷师自创的宝术，就叫它青天蓬宝术吧。小子，孔子何等尊贵，你也配用？这是我真正的绝技！大刺猬刀简直是特强神技呀！别问我怎么知道的，老实点！这傻鸡的蘑菇！招得好，揍死这只傻鸟！住住，请注意礼仪！你给我下来！这是什么来的？居然能跟境界比他高的半岁蓝鸟肉搏！这神器太抗揍了，这样根本伤不了他。有了，我伤快了你，没机会了。哎呀，我的眼睛啊！别叫了，人家不认你为主，喊破喉咙也没用啊。哎，幸好还有山鸡这道血肉宝药。回头请师妹吃小鸡炖蘑菇。好啊，有口福了。你干嘛啊？本宫差点忘了，在森宝崖你不听本宫的话，害得本宫差点被你气死。大哥，今天多亏你拼命来救我。做大哥的就是要罩着小弟嘛。怎么回事？这是百段山出口要开启的先兆，我们得做好逃亡的准备才能活着离开。为什么？每次百段山打开出口时，山中的原住民都会跟着出来猎食，他们中有很多鸡年老怪，我们得赶去出口附近躲起来，等出口一打开就跑出去，逃过那些老怪的追杀。那你们先走吧，我还要去百草园逛逛呢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着玩玩玩？哼，想活命就跟我去出口附近的花果山躲起来，我这神坛可以保大家安全。大哥，要俺说保命要紧，百草园咱就别去了。你们跟师妹走吧，百草园我必须去，里面有我所需要之物。大哥，要不再考虑一下？师妹，我小弟他们就拜托你了。你又不听我的话，我凭什么听你的？这是地图和缩地符，一个可以带路，一个可以跑路，都带好了。我们在花果山等你，百段山出口开启后，你要是没赶到，我就不管你了。听师妹的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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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什么东西这么硌脚？大爷了！
会说话的石头，石头石头，快告诉我，不老泉在哪儿？羊羊羊羊，不老泉在药田最深处呢，别挠了。我不认得路，那我叫你带个路吧。我没空。走吧。救命啊！有人绑架啊！那就是药田了。这里的场域好强啊，还有好多凶兽。不放我走吧，吓死个石了。急什么？还没找到不老泉呢。哎，这花不错，跟师妹挺般配的。混蛋，叫你偷懒。天哪，半血凶兽。白灵族小子，药采的挺熟练的，留下来给我采药吧。我在断空城见过你，你和你的主人来自太古神山。哎，我有亲人去了太古神山，你能告诉我那里是什么样子吗？闭嘴，快去采药，否则主人出来了要你好看。小气，你主人在哪儿？我问他去。小小人族也敢口出狂言，主人去的地方岂是你能去的？全在那儿，啊！真的，快去看看。回来采药。小子，敢在这里用暴君，你是嫌命长吗？你傻呀！这里的场域特强大，宝术和宝具都不能用的。快快给我去采药！快跑吧，这里只能比拼纯粹的肉身力量，你不是这些半血纯血生灵的对手。为什么？你嚎什么？你还挺抗揍的嘛。跑就不跑，看谁砸得过谁。该死的场域，我这石头可不怕场域影响。疼啊，哎呦，不行不行，要碎掉了。你这该死的石头不受场域影响才砸得那么准，难道是传说中的打神石？你叫打神石？我是疼。不对，打神石是何等宝贝，小子你怎么可能有？快来呀，走你！秃头睡着了，你们也别干活了，爱干嘛干嘛去吧，啊！不老泉，我来了。恐怖，你别再进去了。不是进来了吗？哎，这里好热闹。你们继续，我取点不老泉就走。你敢？就是，不老泉是我的。错了，
我的。这些家伙都好霸道啊，离他们远一点。噔噔噔噔噔。这里的场域真的强。我们再耗下去，我老全真是那小子的了。要不我们先休战，去阻止那小子如何？可以。你的场域反而弱了。顾老泉呢？怎么只有沙子？哎好香啊，满满都是佛的味道，哎，是我最爱的味道。这些沙子被顾老泉浸染过，说不定对神汤有用。早干涸了，只剩沙子了，要得赶快来，要不然我们全包了啊。我们为了一吃沙子兜了大半天。这是什么？不老泉他在蜕变，要化形了。小子，把他交出来！干嘛？我还没吃够呢！哪里跑？小胖子，你们！我们走。小子，我老泉叫你吓跑了，把你手里那份交出来。你们问问我的石头同意不同意？我不同意，不同意！你这话我要吐了。高兴的，人质的力量也回来了。竟然都这么强！强你个头！快跑啊！啊！
用它了。哇，你有这种好东西，怎么不早点拿出来？苏蒂芙，拦住他！苏蒂芙，去花果山跟师妹会合。走。人呢？花果山可不长这样，小子，长点心吧。你那缩地符只能用三次哦。操作不熟练，就当交学费了。哎，等等，我知道这是哪儿了，天谷禁区。这些骨骸都是上古诸圣留下的。好家伙，听这名字就知道里面肯定会有宝贝。是纯血生灵在激战，我们快走吧。好嘞，去看看富贵险中求，说不定能捡漏。我去，不是我去，是我不去。哇，好个神一般的少年。你已败四次，还不服？是他！天哪，是一只纯血裂天魔蝶！相传其先祖轻轻一振翅，就可立万古青天。不服！再来。阵叫宝术，对了，可能它就来自于。定是堪比上古圣人、神人的存在呀！喂，那是我的口粮，你怎么吃起来了？吃掉，我要吃掉，全部炼化。只想再大上两三岁。那个神一般的少年，不会是你的敌人吧？意儿，别怕，只要一会儿便好。娘，孩儿不怕。多留点，这东西你消化不了。你不懂，我是无敌的。走吧。走了，也别吃了。再敲我，我可要翻脸了。吃了那么多好东西，神仙精华一定很多，尝尝什么味道。救命啊！差评，没味道。
回事？是百段山出口要开启了，大乱即将开始，山里的原住民外出猎食，猎食所有的外来者，很快百段山就会沦为一片血色地狱，我们得快点躲起来，赶快去跟师妹他们会合。锁地符，也不是花果山，我地府只剩最后一次机会了，这又是什么地方？喂，小子，这里气息不对，我们可能进入原住民的老巢了。幸好没被发现，奇怪，他跑来这里干嘛？不管了，快溜！那里面好像有什么宝贝啊！我明白了，这家伙知道原住民是围猎闯入者。他就反其道而行之，跑来洗劫原住民老巢，聪明啊！缘分呐，又见面了。不老泉，妖水，啊！刀刀，好强的符文造诣！捉头纯血凶兽的幼崽回村子，哼，就是你了。你跟我回去，我就不跟你摔跤。什么？杀！这玩意儿好强。
去。总算到花果山了，也不知道师妹他们在哪儿。嗯，哇塞，什么东西这么香？哎，比神沙还香！啊，我要醉了，要醉了！嗯，味道是从这里传出来的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这个味儿。哎哎，师妹，旺财，哎，那是什么？看着不对劲儿啊！好漂亮啊，花儿啊！师妹，我给你摘一朵。你疯了？这东西会吸人精元啊！快把它弄掉！啊！红儿将是我的，谁敢染指？啊！师妹，我给你摘一个。你疯了？这东西会吸人精元啊！快把它弄掉！红儿将是我的，谁敢染指，死！师妹，发财，小心！自寻死路！滚开！师妹，别瞎闹！哎呦，那可是伏魔术啊！上古年间，神明都会避让的恐怖存在。这棵虽然只是其中的小树苗，但你也不要跟他硬碰硬啊！完了完了，被伏魔术缠住，必死无疑啊！不错的血肉朋友，吃定了。神师爷威命啊！不愧是失神杀的丫头啊，曲子味道不错，别跑！别砍我！什么鬼东西啊！小子，你死定了！是他的魔种，一旦让他扎根了，能把一尊神明的神性吸收殆尽。快，快把他弄掉，不然他会把你吸干的。尝尝这个的味道，甜的，甘蔗味。好厉害的牙口，连这种魔种都嚼得动。真香！刚才我就沾了点，就晕成那样子。哎，还两颗仙桃，用仙桃酿的药浆，肯定很补。哎，收了。都请师妹喝。快跑！快跑啊！好像是师妹的声音。
哥！大哥！你们都在？哎，这些凶兽是怎么回事啊？嗯，俺也不知道啊。突然间他们就冲来，吓得俺们也跟着跑，没想到就碰到大哥了。肯定是有什么恐怖的东西在追他们，幸好我没有神坛。神坛？哎，是这个宝贝吗？喂，别打我神坛的主意，这可是我父皇的宝贝。我像那种人吗？不像，根本就是。要不是这神坛保护，我们早被那些原住民吃了。胆敢觊觎我花果山圣药，有本事别跑！那是神猴王，花果山的主人，也是百万山最恐怖的存在，怪不得那些凶兽突然往这里跑。你怎么了？我好痛！我们快离开这里吧。外来者也敢夺本王圣药？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，死不足惜！老东西，你还活着？不报那年之仇，我怎么舍得死？为了报仇，跟这些外来者联手了？没错，江山敢跟任何人联手，哪怕是外来者。嘿嘿，猴子，来的人越来越多了，你还是赶快交出仙桃圣药，免得招来杀身之祸。嘿嘿嘿嘿嘿，哈哈哈哈，这样的场面我最喜欢了。一起上吧！哈，这猴儿将药劲儿可真够强的，这么快就把他们放倒了。师妹，别冲了，我没事，睡觉吧。不过是药力有点冲而已。大哥。在这再打回合，老夫也是。老夫正疲惫不堪，这些苦肉我哪好能不补？你这厮从哪儿冒出来的？老夫乃是上界神明，云游至此，都怪你。老夫修炼的好好的，为何要把老夫扛走，坏了老夫的修炼？我那是救你，说你到底是谁？老夫看破无上奥，可为麒麟，可化凤凰，形体随心而变。吃什么很重要吗？去你！说人话！我看你跟大红是同族，就叫二秃子好了。啊呸！老夫是谁？天上地下唯我独尊，怎么能用这种烂名字？就这么定了，二秃子，你就是俺小弟。老夫反对！你们这是霸权！不好！宝贝，你去哪儿？我要爆炸了！这火儿将的药劲也太猛了，都冲开第八洞天了，还炼化不掉。难道是要开启第九洞天？痛快，痛快！
大王都跟他们打了好几个时辰了，将军，我们得去帮忙。急啥？大王还没使全力呢，而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大王天性好战，难得有机会杀个痛快。我们去碍事碍事了，不是惹他生气吗？嗯。快去后山看看。是，走来。再来。猴儿精不见了，快去找。这第九洞天也太难开了吧。这是原始真结产生的感应。全是最本源的符文，修炼他们应该能助我开启第九洞天。肯定是那小子喝了猴儿酱突破了，必须让他付出代价。啊！必须！啊！叫你见识一下！好，公主殿下。你们，你们滚远点！九口洞天。外胚居然变得这么厉害。啊，怎么突然这么难受？磨蹭什么？快追呀，别让那猴子通风报信。别跑。
谁在帮我？算了，先过去再说。为保护小红啊，为我的圣药仙桃树和猴儿将偿命。百段山开启可是有时限的，朕要是被他拖着出不去，我们就要被关在这里几百年。一个也别想逃。吴尊，适可而止。人皇怎么可能？人皇不是在外界吗？是父皇，父皇来接我了。人皇，你在外界称尊，却进不了百段山这封小世界。哼，
你能奈我何？有本事你杀进来。是吗？那便随你心意。妄想挑战百段山的规则，哼！阁主，阁主，辛苦你们了。天天在百段山大捕，是挺辛苦的，对吧，熊孩子？阁主，弟子心不辱命，东西都到手了。熊飞长老，带萧天去他师父那儿吧，想必他也等得着急了。是，阁主。阁主，我们进去吧。纪灵大人的状况越来越差，我们想尽了办法，仍无法阻止他的神息溃散。阁主，不老泉和神沙我都带回来了，通通都给纪灵大人，能救回他吗？不老泉是我们最后的希望，我等也需要准备一番，确保纪灵大人的恢复能万无一失。不老泉和神沙，你先妥善保管好。我保证没人敢动我东西。去藏经阁学点东西吧，不久的将来光玉要大乱了。光玉强者如林，是谁敢兴风作浪？希望补天哥能熬过这一难关。好厉害的宝叔，我不在的日子看来你又变强了。小哥哥，你也不说一声就去了百段山，没受伤吧？哥哥我英勇神威，
小小的百段山算什么？好了好了，你继续修炼。王兄，看护好清风。老祖，看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来了。老祖，老祖，经历了百段山磨砺，怎还如此聒噪？九口洞天，还算没给为师丢脸。那是，也不看看我是谁的弟子。我还带回来了不老泉和神沙。鬼爷要你寻的剑呢？当然找到了，我可不想被那鬼老头整死。老祖，这段日子感谢您指点清风。唉，皇宇就要乱了，乱世中唯有实力方能活下来。老祖，您和阁主都说皇宇要乱，到底出了什么大事？咱们补天阁难道不能应对吗？别想太多，听阁主的安排，去藏经阁寻找至强宝术。啊！在这堆宝术中找到至强宝术，哇，这也太折腾我了！兽的法门，这宝术太弱。哎，我坑人啊！这要找到红天马月啊！欲速则不达，修心比修真更重。谁在这儿？补天阁的阵教神通已失不少，也许还有一两种隐在这股书海中，个人缘法需自己去找。多谢前辈教诲，静下心来寻找属于我的缘法。和我体内的青天蟒宝术互相呼应，若能融合这两种宝术，想必威力更甚以往。嗯，这可是上古大能从原始大鹏宝骨中悟出的一门宝术，竟让你找到了。想当年藏经阁还收藏过那块原始宝骨，可惜呀，那宝骨好似通了灵，不见了。纪灵大人从上古时代延续到今日，助补天阁度过数次劫难而不倒。现奉上神之灵肉，以助纪灵大人重现神威。蓝灵图。雷劫夜。昊天。该你了，注入一滴不老泉。
纪灵大人，不老泉和神沙我都带回来了，很快您便能恢复如初。天，纪灵大人挺过来了，补天哥有救了。神威。不信他还能挺下去，肯定是在强撑。有只大鸟来找你，说是你小弟，刚好碰到回来的火灵二师姐，不知怎么的就惹师姐生气了。别拔过卡鲁，救命啊！通通给你拔光，给我拿回去做膳。师妹，差不多就行了。行，好久不见。师妹，你又长胖了。冲着那神鱼，绞死他了！来了就留下吧。我传你一些宝术与道法。哎，对了，师妹，离开百段山后，你去哪儿了？被父皇接走了呗。我闹了好久，他才肯让我回来的。你为什么要回来啊？因为啥？这该死的爱。闭嘴！老夫人，不让你跑！快快快！这疯婆子！不行啊！这彭树的威力，应该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。可怎么才能融会贯通呢？上古啊，
你埋葬掉了太多，失去的回忆终将不复返。哈，没了。啊，他总算把这诅咒消掉了。前辈，我帮你找回断剑，大恩你也不用言谢了，只要随便创一两种盖世宝术就好了。哎，我不会挑剔的。什么意思？我好像帮你去啊！啊啊！这、啊、糟老头子，我跟你拼了！青天蓬宝术！啊！啊！我打人不打脸啊！啊！啊！我能不能打神师？打这个王爷，糟老头！啊！你这糟老头坏得很！我好心帮你，你去恩家仇报。想你是为你好。你当我傻呀？你最近的修炼进度太快，留下了隐患。很严重吗？如此锤炼身体，夯实根基，才能走得更远。去纪灵那里打坐，很快便会调理好。你不能白打我吧？你要给我补偿。多学点东西吧，总有一天这里的山川万物将不复存在，就如同那逝去的上古一般。什么嘛？这算打我的补偿？那儿就是上古圣院吧？听说里头有前人感，进去可得大扫，可少走一些弯路。不过修行讲究练身练性，缺失这一段历程未必是好事。我还是自己在这红尘中争渡吧。抢走圣药的人吧，可惜同门之中却缘牵一命，且待我从圣院习得补天术再会会你吧。青天蓬宝术，金旋波纹功，最强的十大凶兽之一。不过两种宝术的融合虽不是真正的鲲鹏，但正朝着这个方向接近蜕变。不错，你这条路是对的，金翅大鹏与青天鹏融合，再现鲲鹏。纪灵大人，多年前这块鲲鹏后裔的宝骨逃离藏经阁时被我发现。藏经阁遗落的那块宝骨，他不比镇教神通差，作为不老泉的回礼赠予你吧。好好修炼吧，光玉就要乱。有纪灵大人在，再怎么乱也不怕。没想到竟然会和竹鹿书院切磋，机会难得，我们快去看看。幽雨师妹，你们天才营的弟子就这样？我派出的可是我们竹鹿书院一班弟子哦。我看你还是赶快把最强的派上来吧，不然我们竹鹿书院都赢得不好意思了。居然有人会蓬术，太好了！师姐，让我上去切磋，正好试试蓬术。嘿。看我的，来，
小心点，我可不会因为你是女孩子手下留情。哇，好厉害，有点门道。万恒兽，你可是真的？你就是真身。纪灵没靠近时威压逼人，靠近了，气息却又隐隐不稳。没办法了，但愿你们能度过此劫。上古大战时，老藤便受重伤，能活到现在就不错了。我不信有什么圣药能让他恢复。现在他气息不稳，只好说明他之前的不足，是回光返照。你这么肯定？为什么不敢下去看个究竟？不敢。你就只会嘴硬吗？青天蓬宝书。长林的大鹏，金旋波纹功。两种宝术都治不了这家伙，那就如何？金田鹏宝术，金旋波纹功，如何？融合起来威力就是大，我赢了。老朋友，走，我来了。
纪灵大人，连夜召我来，有何吩咐？我将陨落。啊，纪灵大人，您不是复苏了？今日还击杀强敌，怎会？短暂的回春，改变不了内部的衰败。不久后，我便会作罢。难道没别的办法了吗？生机季节，这就是我的命数。现在外界来了不少窥探者，今日令你设计引逐鹿书院进来切磋，就是想借此向外示弱，吸引几个强者过来杀了，以震慑他们。但这不过权宜之计，不日我将陨落，届时那些窥探者必定会来洗劫，那将是补天阁灭亡之日。你马上召集门中弟子，我将助你将他们转移到外域七个据点，以保本教薪火不断。阁主，没事，最后一批了，我还撑得住。慢着，阁主，不好了，我们的域外据点被人拔除了。什么？哪个据点？目前只知道被拔除了三个，弟子和长老们几乎全灭。我们才往据点转移弟子，怎么就马上被人拔除了？你会这怎么可能？必定是走漏了风声。怎么回事？出去！只要有一个活着，补天阁就不会灭亡。天阁，不是你们能放肆的地方。左边，右边。生事，你死期已至，还骗得了谁？
取了神藤根系炼药，我羽族权势定可更进一步。入此门会有幻境袭扰，羽凤，身为补天阁弟子，竟打算伤害机灵大人，拦住他！海重生，这是神灵羽。你从一开始就并非要回原神种，只是在拓延时间靠凝聚全部神性精华。幸亏有补天阁弟子在下方相助，让我有机会施法。糟了，看来九五河之中又会因此大乱。哼，老东西，宁可散居精华，也不肯让我得到。少年不必如此，临到神灵羽会修为大进，这也是极大机缘。那还等什么，先去灵羽提升修为。不要去追，我将开启逃生通道告知阁主，迅速带众弟子撤离。快去找阁主。好嘞。神华，这是神灵羽。神灵羽沐浴神华是大机缘啊，怪不得我自觉宝术未能增长。阁主，机灵大人将开启逃生通道，让我们速速撤离。你奉救济羽族高手，我这个败类，弟子们速速撤回山门。是，快撤，快想跑，全都给我死吧。还在苟延残喘。雨停了，打脸我灵的郑爽怎么平了？整灭补天阁，还有无数灵药宝术可取。加油！大家快去往快速通道。快走，随他们一起撤离。
可就没人拦截了。大白天的，怎么可能会有鬼啊？别缠我，别缠我，别缠我呀！你就是护送我的长辈。哎，我完了！我卧虎添翼虽不愿惹事，但也不怕事。那就等进入百段山再吃掉你。你可别再惹事。不好，快收住山门！看我断你们的后路！公主殿下，我等奉命前来接驾。马上带我去找父王。遵命。天阁的祖师到了。就想逃出我的掌心。
藤大人，以后补天阁签名终于确认了。是藤大人啊！是你补天阁的主吗？是昔日的弟子的来源，当年的师兄师姐们回来了。雄飞长老，为机灵大人报仇！大哥不倒，谁也不倒。报仇！诸族是杀光他们，为纪灵大人报仇！诸族是也杀光他们。为纪灵大人报仇！早已死去，不过是上古残念，又被古剑镇压，坚持不了多久。根在何处，补天阁就将在何处牺牲。门庭虽毁，传承不绝。小桃，已经吞了纯血生灵。荒域即将大乱，持此断剑，他日重建补天阁。他们气数已尽，杀光他们！教授之恩，此事自然与我有关。此役杀戮太重，有不愿再战者，可随我离开战场。
你们并肩作战，真是一大快事。补天阁未败，师兄，幽羽，带众弟子走。此塔虽已残缺，但也曾在上古显化，拥有盖世神威。什么？他拥有盖世神威？在他主动吞噬穷奇尸身、吞天血蚕之时，我就该想到的。若我能发挥这小塔的威能，是不是林木师兄、阁主、木叶老祖他们都不会死？还有那些师兄师姐们？还有熊飞长老也是一魏货，没有将雨博士叛徒的事第一时间告诉他。六神，我要变强，变强之后谁敢欺负我，我就让他血债血偿。两年时间应该已经到了，请你再送我前往虚神界。我当然愿意帮你，只是你可愿将带回的灵药在村中种下，以助此处灵气汇聚。奇怪，小不点种的那些灵药看起来很珍贵啊，可不是嘛？这要是以后移栽成片，咱们石村也算得上修行福地了吧？嗯，走，咱们帮他快点种上。你干什么？没想到这玩意儿这么难种啊。我现在没心情跟你说话。就算没干好，我也是想帮忙，你这什么态度啊？那太好了，我也不想你来帮我。去了一趟补天阁，怎么变得这么不知好歹？毛球，如果我能再强一些。跟皮猴拌嘴了？其实皮猴一直在等你回来，他跟我说过又发现了好几个鸟巢，要带你去看。族长爷爷，我其实不光是他，我们都一样，
你也不肯讲在外面经历了什么，我们自然也就不知怎样才能更好的帮你。族长爷爷，这一切都是我愿意才做的，从来就没想过让大家刻意帮我什么。我不开心也并非都是为他，而是恨自己还做得不够好。你尽力去做了，做的也已足够多了。你做的已足够多了。爷爷只希望我们的小不点儿啊，能够平平安安的，开开心心的就够了。快点快点，来换一个，来换点吧。族长爷爷，这猴儿浆不但好喝，还能彻底治好您身上的旧伤。好好好。平猴，吃完了继续帮我种树去。才不呢，我这啥也不明白，可不敢乱动，省得给您捣乱。小气，我还请你吃好吃的了呢。谁吃你的了？这是石村的宴席，你喝的还是我挤的蝙蝠兽奶呢。蝙蝠可能得了什么病，摔在地上被我捡到了，那么大只，可丑了。我行行行行行，那咱们两清了成不？嗯，好，两清。对了，还没给大家正式介绍，这是大红鸟，这是二秃子，都是我的好朋友。大哥，可别说了，俺可能就是个坐骑，拖着你们一群人可累死俺了，得多吃点东西补补。要不是大红哥哥，就算逃出战场也摆脱不了那么多敌人的搜捕追击。我也出力了好吗？你都被封印了，打架还是大红更厉害。行，但路过落凤岭的时候提议大闹羽族药田抢灵芝，总是我的功劳吧。快得了吧，那是人家毛球动的手，可八珍鸡是我藏起来的。八珍鸡？八珍鸡？那个八珍鸡吗？等等，我交出来还不行啊？啊！哎，这鸡长得够肥呀，好吃吗？好吃吗？我告诉你，这八珍鸡可号称神珍美味，就连神灵都要流口水，就算皇宫里都只有一只。这是神仙，体内蕴含灵血，下的蛋就是灵药。让他天天给村里人下蛋，可以帮助大家修行，怎么能吃掉？那你还敢背着我偷偷藏起来？孩子们，来吃东西了，有吃的，快来了，快来快来，累坏了吧？那天晚上爷爷告诉我，放不下的执念会让眼前的一切都变成敌人。从现在起，我会正视那些牵绊我的梦魇，用它滋养心中的勇气，以此来保护所有爱我的人。六神，谢谢您，我明白了，我修行的目的，我不会再动摇了。知为何而修，知为何而战，一番经历终有所得。这样谢谢柳神您的指点。
此乃吞天雀翅锁链精华，可在修炼中助你一臂之力。谢谢柳神。您能送我再去虚神界修炼吗？我想尽快提升自己的实力。沉沦再起，宛若新生。去吧，我来为你守护肉身。且都还回来。今日有传言，熊孩子将重探虚神界。五天阁大战，熊孩子一旦侥幸逃脱，将来就算不能君临荒域，也绝世傲世一方的至强者，不能任其成长。你派手下联络其他宗族，在虚神界等待时机，只要熊孩子现身，即刻斩杀。熊孩子，这两个家伙不会是打着我的旗号骗好处吧？前后围堵，别让他来跑啊。对，前后围堵，两层封锁，他俩跑不了了。哪来的闲人，多管闲事。你哎呦，撞死老夫了！啊！少废话，快说，熊孩子在哪儿？熊孩子就在你们身后。对对对。你四处骗人，看我不揍扁你们！合伙做份生意怎么样？去！嘿，什么声音？有我即将出现的真消息，多换些好处。成交。熊孩子，我们对不住你了。我们真的有熊孩子的消息，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。奶瓶，熊孩子的奶瓶。对对对，他叫最爱吃瘦奶，这个奶瓶从不离身的。看来他们真的知道熊孩子是吧？他们真的知道。告诉你们，熊孩子很快就要现身，想知道具体情况，拿原始宝骨来换。太古一种宝血也可以。你们真知道熊孩子的消息？老夫一向诚信过人，若能得到熊孩子的消息，用十五瓶宝血换都值啊！对，要十五瓶，大瓶的。五天阁被灭，你们与那熊孩子可都结下了血海深仇啊！此人本就达到了搬血境极致，再者，无论修为多高，都会被压制在搬血境的虚神界初始地，他可是无敌的存在哟。你们就不想早做准备？这么多，还差三瓶。熊孩子正在谋划复仇大计，吃了先手，到时候可不要后悔呀。是这样。数量够了，把熊孩子的下落说出来，莫要拖延。他在哦，自然是双子火山。双子火山那边怎么不信？你们想想，两年前那小子是不是在双子火山被驱逐的？
他为什么要去？那里会有大机缘，若是去晚了……哎，对对对，就在那儿。先放我这儿。概不赊账啊！哎，不行不行，概不赊账啊！不行，等等，哎呀，干嘛？熊孩子！熊孩子在哪？先联手对敌，再分保险。回来正好，围攻补天阁，你们应该都有份。今日我必报此仇。你们都是一伙的，你们都看见了，保险被他抢走了。我们可跟他不熟啊！不是，没义气。真是熊孩子？可不。古天阁一战，雨露那么多高手，没想到他逃出来了。那边好几家势力都去攻打过古天阁，这下乐子大喽。哎，外配最近不知道怎么样了。估计又在那儿闯祸吧，怎么就没消息了呢？公主殿下，熊孩子在虚神界现身了。外胚，虚神界。速去找人，陪我去虚神界。哎。几家都去过补天阁趁火打劫了，那就一个都别跑。敢伤我羽族众人，今日定叫你殒命于此。灭魂阵，你说熊孩子跟那群傻子谁能赢？我猜是你的臭小子。我看也是。你说既然你我都觉得那小子能赢，不如寻机卖个人情，事后也好跟他商量保险的归属。哎，有道理，够无耻。
这玩意儿叫灭魂针，有何功效？能彻底灭人神识，哪怕在虚神界中招，真身也会死。拿你们试试。站住！这小子一贯凶残暴虐，今日被他夺了灭魂针，若就这样放他离去，不知道有多少人要倒霉。不如趁他受伤，决一死战。师兄师姐长老们，先为你们讨回一笔利息。哼，吃兽奶以最短时间击溃强敌，斩杀敌人数量众多，赏青铜碎片一枚。太古神书碎片再次降世，看来我的对手出现了。将太古神书碎片交出来，饶你性命。啥东西啊？真小气，就奖励一个破银。我那份保险你留着，把这破玩意儿给我就行，我用它铸剑。呸！臭不要脸的，不要上骗子的当。你把那铜片给我，不但我的那份保险给你，我还在教你一种宝术。行，宝术怎么样？你们会做亏本的买卖吗？这一定是个宝贝啊！这铜片是我的。哼！哎，都怪你，都怪你。此人早达斑血境极致，在初始地可称无敌，你我又能如何？事到如今，我看只有照紫藤之计，将他引入羽族洞天斩杀了。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是是。刚刚我们只是不愿你我的关系暴露，并非临阵脱逃。对，咱们均分保险，下次你若再遭袭，我们一定义不容辞，同生共死。你这补天阁的叛徒竟还敢露面。石胖，你身为补天阁弟子，为得补天阁重宝秘术，竟勾结外敌反攻师门，让那么多同门的兄弟姐妹遇害，还欺师灭祖，亲手暗算了师门尊长，人人得而诛之。大家一起上。你别跑。有本事来羽族洞天，你我一决生死。你又打算使什么坏？若是怕了，你就不要来。别去，一定有诈。怕？就你这样，凭你怎么动心，我会怕你？哎，可惜不是留下宝血再走吗？就是。看你往哪儿跑！
交出雨枫，不然毁了你这洞天净土！哼，不知死活，动手！ 你不过来，那我就过去了。啊！嗯嗯嗯！哎哎，哼，狱卒！来个人，看看他是不是尿裤子了。是你自找的。
收了镇魂塔，取太古神书碎。好的宝具没被砍坏，你们羽族的灭魂针配上刻你们羽族的雷电术，灭魂针再问一遍，玉峰在何处？你莫要猖狂！我羽族尚有让你死无葬身之地的手段。哟，还有什么宝贝？赶快说，都是我的。你，哼，熊孩子休要猖狂！听说熊孩子在此大杀四方，他人呢？在出使地杀得不过瘾，追羽族追到洞天境去了，这下自投罗网，他算是死定了。你才死定了，看来坏胚实力又提升了。走，去洞天境。父皇，补天阁大战之日，为求你出手救助同门，我答应过日后不再任性，可如今同样是同门有难，女儿不得不去。我知道你关心此人，但你要想好，帮了他，火国也会成为各族的敌人。明知朋友有难而不去帮忙，这不是父皇的作风，也不是儿臣的为人。面对雨神法旨，看他还如何嚣张。神意志又怎样？但是洞天境再强，也不过是洞天成境。哼，冥顽不灵，你认命吧。你越是坚持，所受痛苦越少。何不放弃抵抗，让法旨击毁你虚身，你也好少受折磨。啊！我放弃吧。
今日这至尊谷如此无语，算你倒霉。生死胜负皆有定数，我才是那天命所归之人。百代山的仇今日终于得了，毁灭万物，焕发神迹，涅槃重生，更将毁昌过去。这，这雨神法旨与我有缘，必须吃掉。什么？你？恭喜最爱吃兽奶战败神明意志，神勇值得嘉奖，赏青铜碎片一枚。刚刚难道是至尊谷？难道至尊谷被雨神法阵刺激要重生了？哈哈，原来是这个感觉。虽然只有一点点重生的征兆，不知道这个味道怎么样。他竟敢吃我雨族圣物！亵渎神明，雨神大人定会让他遭受最惨的惩罚。呸！不好吃！谁再敢前来一战？说，李峰跑哪儿去了？你毁我族圣物，毁我族圣地。我的确不知，我不知。我在这里，不要再滥杀无辜了。你千里迢迢来杀我灭口，我死不足惜，但不能让你逍遥法外。此人当日欺师灭祖，亲手害了师门长辈，今日又为得太古神书，毁我羽族洞天净土，杀人无数。我宰了你这个信口雌黄的顽童！至尊谷怎么又毫无感应了？如此毫无人性之辈，大魂怎能容他活在世上？抢夺太古神书，快杀至尊谷！我来也！我最恨大逆不道者，动手吧！我最恨大逆不道之人，动手吧！逐鹿书院专门招收这片广袤大地上的奇才，想加入逐鹿书院成为我的同门吗？那就扫描二维码报我的名字，免试进入。
寻不到沉沦是否会有尽头，宿留昨日上涅槃中嘶吼，谁与谁的倾诉是火中邂逅，就算磐石化作巨鳌的刀口，就算烈日降下窒息的诅咒，等着那个人不可说不言不由，不管不顾想念像烈烛狗，一切源头已没偏偏回首，一切源头此生交错时候，我一目尽头把宝日子溜走，唯有最后须臾一分守候，一切源头已没偏偏回首，一切源头此生交错时候。